2018总会杯全安最强季军战，十点嘅场次由傻辉朋友队黄衫对蓝衫嘅好城朋友 B。我哋先睇下正选阵容啦。零号守门员系李乐瑶，后防张中周、达吴锦明、伍志桥，中场杨志成、陈国辉搭前锋，陈启成嘅。后卫名单有呢四个：陈浩南、范俊峰、陈子龙同埋何明基嘅。傻辉朋友佢今场都可以为作客喎，呢度系香港区嘅代表球队之一。睇翻保城朋友正选门将啦，一号周志勇，两个后卫徐冠希、施耀威搭中场赖家辉，仲有崔家坚、崔卓坚先啱啊，同埋陈耀伦啊。前锋就有个外籍球员，乜人嚟啊？阿 sa， 睇下呢场波。好似剛才九點嗰場咁精彩啦！先開波嘅黃衫傻輝朋友隊，開波係楊志成，俾佢陳嘉誠。一開波見到傻輝朋友都有啲攻勢啦，陳嘉誠攞住個波，保成朋友接到喎，掉上去俾阿 sa， 阿 sa 推落去，利用起身壓落去，俾翻出嚟陳耀倫，陳耀倫即刻起腳，望都唔望。保成朋友先有一球啊，开波两分钟咋，相当快啊！入波嘅陈耀伦十号，陈耀伦系以前老甲球员嚟嘅，射术一流，脚力板板声啊！呢球望都唔使望啊，第一时间托埋去啦。睇呢个波，你会睇到。阿 sa 充分利用他的身位压下去，主要做一个二传的工作，射给陈耀伦就起脚了，领先1-0。后卫都是慢得慢的，又是保持朋友攻势啊，望下又是阿 sa， 哇拱都不冧啊，成座山咁啊，借俾翻陈耀伦，踢个过头波过去。徐冠希整个头槌，不过唔中龙门，呢球冇乜威胁啦。又系保城朋友攻势喎，呢场波睇嚟保城朋友系比较高一班嘅应该。陈嘉诚抢个波，左边推落去试下射啊，不过铲波底射个飞机波，冇威胁啊。到保城朋友啦，周志勇，周志勇系保城朋友新收购嘅龙门。搏得下个，又系阿 sa 推落去，解围不远啊！弹翻出嚟，第一时间起脚，不过又唔低个波，炒个波底，可惜啊！呢球炒晒波底，炒晒飞机，再嚟啦！周志勇都有啲脚下功夫喎，陈耀伦有人逼埋嚟个外波，过得靓啦！陈耀伦果然系。今日功夫相当好，睇翻慢镜呢下，杨志成咁系抢波，陈耀伦一个过咗啦，好轻松冇压力噶。哇！呢球啊，老保成啊，即刻俾个攻势，转个方向右边，陈耀伦试下上，都劲啊个波，叭叭声啊，球速又快，换个角度睇，呢下陈耀伦起脚都咁望啊！中龙门随时入波啊！傻辉朋友队第一个攻势，不过唔入，威胁力唔大。又系阿 sa 攞住个波，哇！呢个黑人嘅波底，你睇佢身形唔似有咁嘅能力喎，但系佢系真系有翻啲技术，又有身位，要抢佢波都相当困难。保成朋友嚟转个方向，俾个左边，嚟翻入中间。做个温中式个二传，射哥射得又啊，食碗面板碗底，呢下炒个波底，徐冠希嘅射波系，又系见到阿 sa 喺前面，做一个柱等二传，今场去做呢个柱等嘅角色，做得相当称职啊，食尽身形嘅优势，睇下陈嘉诚啦，呢下自己推埋去，中路突破，左嘅试一射。都接近龙门啦，不过都系差少少，
中龙门可能有啲机会，但系周志勇都有晒反应啊，中到龙门都未必入到啊。傻瓜朋友队啊，即刻已经系谂紧办法采取攻势，希望波啊，不过后防长期打两个啫，见到佢哋又试下射啊，又到波成文有试嘅，不过今次利落摇破得相当好。射波嘅徐冠希啊，利落摇嘅傻瓜朋友队嘅门神嚟噶，呢个靓仔好似系守得下噶。陈国辉攞住波，陈家胜又嚟啦，左路爆落去，点搞啊？有人埋嚟逼我，喂，射到咁靓波啊！哇，真系相当靓啦！场边听到啲广播佬都喺度玩巴基之星啊！睇嚟场边都有相熟嘅球员了解佢嘅特性喎。换个镜头睇下。哇！陈嘉诚喺左边咁样爆落去，两个都逼住佢噶啦，依然俾佢爆落去，仲要左嘅四个远处，周志勇守龙门都唔系易入嘅。睇下三个准备都埋噶啦，哇！射得靓啊，呢下真系金球嚟啊！陈嘉诚只左脚真系食咗屎咁啊！再嚟啦，又系黑人。哇，拱都唔冧啊，真系成座山咁。俾落去左边徐冠希，点搞呢？俾翻阿 sa， 阿 sa 搵人喎，系自己射下试下。不过好彩黄山及时解围，如果唔系俾徐冠希补翻脚，领先2-1，就危险啦。又嚟啦，南山攻势。徐冠希俾翻落去，直接攻入去，又阿 sa 利用佢嘅身份压住三个，陈耀伦即刻嚟个补射，不过后面及时有球员铲一铲，叫做阻止到，冇可以等下陈耀伦唔可以咁容易射得咁准啦、啊，埋一埋啊，好彩，散手铲我波底，打个飞机，陈国辉跟住做个突破，不过俾补射朋友抢到，阿 sa 嚟啊，试下射，哇！又系你李乐瑶啊，不过今次呢球射喺正中间啲，但李乐瑶有呢下反应都唔错啊。六个大位，阿 sa 有关键射，李乐瑶喺四强嘅时候救好多波啊，对喜顺，再讲早啲对八强嘅时候，对明辉大王都救好多球。右脚射唔射咧？陈一静，哦左脚仔嚟喎，冇右脚过原来，俾落嚟。杨哲成呢下补我，掟佢嚟补射，不过冇啦，周志勇封晒位啦。睇翻呢球啦，右脚可以起脚噶，但系佢唔射，吸翻左脚，用左脚俾杨哲成近近门应射，周志勇封到。上半场1-1完场，下半场即将开始。补射朋友开波先啦，几波加球，俾落黑人阿 sa， 自己射，哇呢下！李乐瑶反应真系好快啊！呢下你睇到阿 sa 第一时间起脚，黄衫守卫都已经略略封一封，即刻将个波改变方向。呢啲咁嘅波系好难捉摸嘅，你咪射中自己有弹中出嚟，仲有反应封翻。李乐瑶果然系有啲料到啊！又系南山啊，陈耀仁试下射啊！呢球唔中龙啦，但你睇下呢球嘅射术，陈耀伦真系，哇！啲射波下下曲序啊，啲脚力真系相当有料啊！阿 sa， 哎呀，打唔中，哎，中柱，又补埋射，2-1，哇！呢下充分睇到佢嘅射术啊，陈耀伦啊，呢位老教球员。射术真系相当疯癫啊！睇下啦，搓一搓阿 sa， 右边搓去左边，已经中柱弹出嚟啦！陈耀伦谂都唔谂啊，系即刻扮你啊！
再睇多次慢鏡，右腳一搓，搓去大位，左腳施射，中內柱難出。陳耀明一控，即刻扮多腳，2-1。呢、這個射門觸過啊！真係唔係話唔厲害啊！睇下呢球啦，阿 sa 又去啦，哇又去夠多啊！李國耀，因為阿 sa 嘅身形喺後面，啲後衞完全冇辦法出去幫啊！佢壓住撳住打啊！如果唔係李國耀輸多球啦，睇翻慢鏡啦，充分利用佢身形同埋佢嘅靈活性。有呢個咁嘅身形同靈活性，真係好難搞啲前鋒。緊張嚟勁射，李國耀又救到喎，真係幾下神教都見到佢有啲功架。呢、這個陳浩南換出嚟嘅，哇！前嗰邊醫院波又係李國耀啊！隨便你都控都唔控，第一時間啤埋去啦。但係李國耀真係好反應啊！呢段時間冇乜攻勢啊，即刻整翻球先，同翻朋友打針住。喂，楊志成攞到波，空中啊，射唔射得啦？哇，單刀橫傳啊，你唔射？呢下過得咁靚，起得腳啊！咁樣傳過去左邊，楊陳啟成射，真係爭啲啊！陳啟成呢下俾落去，都俾得靚㗎啦，壓都壓得靚啦，左腳可以起腳喎，但係唔起，加個咩封曬啦，啲波遲曬啦。如果唔係追翻2-2，又唔同玩法。鏡頭一轉到保成朋友啦，哇！睇下個身影，壓住嚟打啊！哇！呢下推落去搞動作，兩下搞動作，再射射翻遠處。哇！李國耀今日當勇都救唔到啦，左邊跟到右邊，見到充分睇到阿 sa， 佢有呢個身形，有呢個高度，仲要有啲波底靈活性。我睇下個肚腩大大件，但係都有腰力喎，屈咗機喎呢個球員。阿尼一兩下射翻個粉柱，原來係陳耀倫啊！陳耀倫補刀腳嘅，呢個角度睇到。睇下再睇多次慢鏡啦，壓一下，再壓多下，然之後射個粉柱。陳耀倫完全執低，3-1。哇！呢段時間得勢不要人啊！保成朋友又壓落去，又喺阿 sa， 哇！睇下將個波遠離敵人，俾落去。陳耀倫均翻出嚟，俾翻阿 sa， 試下起腳啦！左上角啲機人冇飛嘅，不過太高啦呢下。應該是射波嚟噶，唔係傳波嚟噶。呢段時間保成朋友真係大軍壓境啊！3-1都不勢不饒人啦。嚟翻就係陳耀倫，哇！射都射得靚啊！李國耀真係好反應啊！唔知道林元三咁啊，禁區外面都射唔入去啊！呢下睇下陳耀倫啦，控都唔使控啊，啲彈力波，哇！食正我老本行。點知嚟落條？呢球衝力射球都救到，今日真係相當好表現啊！又係啊，又係攻勢，徐俊熙俾翻出去，阿 sa， 阿 sa 吸過，有一個後陣，徐俊熙射下面，陳耀倫，哇！又係勁射，又係李國耀啊！呢下基本上你都幾難入波喎，真係～陳耀倫射波都麻麻聲啊，唔係講玩啊，射翻出嚟嗰下又靚嘅，但係有呢個咁嘅身手真係唔簡單，一射出嚟嗰下都靚啊，左腳勁射帶埋去，哇，落地都快啊，李國耀，呢場嗰個 MVP 揀啊，一定係揀佢啊，望下阿 sa 啦又去，吸過一個，有冇位射咧？俾射唔到，俾落去，哇，封開封得快噶，陳耀倫。搵人加返出嚟，一個個落波，阿 sa 攞返個波，搞一個過到，俾返出嚟，嘩腳都斷啦呢下，陳浩南塞埋去，
慢一聲，不過埋門射波喎，阿 Sir， 呢下球嚟咗你啊！真係精彩啊！呢球又係陳耀倫啊！基本上依家中美段冇成朋友撳住打，傻飛朋友隊基本上都冇乜攻勢啊！最佳完場啦！最終保成朋友隊3-1擊敗傻飛朋友隊，但係呢場波真係傻飛朋友隊門將有好出色嘅表現啦！恭喜曬保成朋友奪得今季全港最強嘅冠軍。你自己下頭嗰條，我同佢講過㗎。